各位晚安啊！咁依家见到德国咁日光日白，就中午啊！咁我基本上就每日就系搞完口罩就要准备，已经要录影啊，乜嘢嗰啲嘅。其实都系咁嘅，每日如是。我估一录完之前，我都系咁忙嘅，应该。咁但系无论如何，我哋点讲都咧，就我睇到连登好多热狗仲喺度带紧风向嘅热狗。即系热狗，你知佢啱啱衰咗喺区议会系咪先？中西区区议会今日做咗几个人啊？玩到邓炳强一动都冇。边个话要投白票啲扑街咧？全部咧同我跪波位。我点名啦？咩建吴啊、浑水啊、白冰啊、黄杨达啊、陈云啊嗰啲食屎啊！佢哋，即系我唔想用到咁绝嘅讲嘅嘢，但系问题你依家睇到啦。有啲嘢有实证噶嘛？但系呢班扑街嘅完全系死，唔会死心嘅。嗱、啊，佢哋嘅依家嘅讲又讲啊，英国冇紧用啊，英国投紧咗共之后，跟住欧盟都系投紧咗共啊，屌噶阿星，欧盟投乜紧共啊？如果欧盟投紧咗共啊，德国点会今日拉？点会琴日拉咗三条友啊？三个共谍啊，大佬！你见到叶普成嗰啲人咧，系将啲嘢调转嚟讲啊，而且系用武侠小说方法讲啊，呢班真系正扑街嚟嘅。所以我点解我一直以嚟我都系对呢班人咧由头追杀到落尾啊？咩香港独立党啊嗰啲，全部都系人呢咁嘅人渣败类嚟噶。呢啲大家唔需要客气嘅呢啲嘢人 OK。咁但系咧嗱，依家阿 Trump 签咗条咁嘅贸易协议，呢、这个我觉得系可以大家借刀，因为欧盟见到你美国同中国签咗咁嘅协议，大佬佢唔会谂住。有样学样，你咪咁玩啊！扑街，系咪啊？你谂下，当年就系英国打赢咗第一次清英战争，跟住嗰啲法国啊嗰啲只跟住嚟啫嘛，俄国嗰啲啊，知道啊，喐得嘅，原来呢嚿嘢喐得噶，原来喐得梗系跟住嚟噶，永远都系咁噶啦，做人。咁问题就系你依家你反而你要有一样嘢搞得好清楚，就系点样储存借钱啦。嗱，草船借箭呢个系一门艺术嚟嘅，我话俾你听。首先，我觉得中英联合声明仍然好紧好用嘅，所以边个仲话 terminate JD 嗰个咧，嗰条捻样应该我去死嘅，我话你听。梗系啦，即系话 terminate JD 嗰条友拎出嚟，攞个真身嚟拎出嚟，你同我辩论啦，好唔好啊？拎出嚟啊，嗰条友系啊，拎出嚟啊！我好少讲啲嘢咁讲到咁辣嘅，但系冇办法啦。呢班叶普成呢班人系咁噶嘛？啊，叶普成走出嚟嘅人，你今次个贸易协议有一样嘢，好多人都觉得中国系丧权辱国嘅，嗰、那个系一个 key point 嚟嘅咯。系美国可以成立办事处喺北京监督成件事嘅进行。嗱、啊，呢、这个 terms 好紧重要嘅呢、这个 terms。我用翻同样嘅道理，好简单啫嘛。依家要求英国喺香港成立办事处，咁你可以用翻以前个名嘅，叫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系咪先？或者联合工作组咁样，个目标系监督及确保中英联合声明嘅执行，而且邀请美国做观察员。中国唔肯啊嘛，中国唔肯嘅话，咁你英国就可以有做其他嘢噶啦，系咪先？你啲人喂，咁当然中英联合声明冇签个监察机制，冇签监察机制一回事啊！你依家你美国嘅 trade deal 你都可以成立办事处啦、啊，点解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唔可以重新复活啊？你话俾我听，点解唔可以重新复活啊？系咪先？有几咁多问题需要中英两国共同商议啊？系咪先？依家我请埋美国做监察员，系咪先？如果你唔系心有屎嘅，你点解要拒绝先？当年点解邓小平要攞中英联合声明喺联合国注册啫？佢以超公信啊嘛，佢觉得就系、是、嗱、啊，我依家好紧大方啊，我一定会执行个 agreement 嘅。啊，你即系我依家我拍心口，我送去联合国注册登记系咪先？你如果我唔执行条约，你就屌柒我啊嘛。当然依家邓小平死紧咗啦 ，OK。
即系佢冇话睇到个条约有冇执行啦，佢即系条约执唔执行到，其实唔紧关嘅事，因为佢已经食紧咗嘅。O K， 佢喺1997年7月1日之前死嘅，所以冇办法。O K， 1997年7月1日之后死嘅话，我哋仲可以将条数计入佢度，唔知佢走数先，唔系啊嘛。如果系咁样做，我可以同大家讲，如果佢咁样，中国唔肯，中国唔肯就英国做乜都得。如果英国咁都唔食住相咧，呢班人就真系张伯伦。咁就可以英国国位屌高，亦都可以质疑，但系点解你唔我乘机我个 trade 掉？依家好简单啫嘛，我中英两国 prohibition 嘅 trade 掉，就照美国呢个 trade 掉嘅版本嚟处理。如果 Boris Johnson 唔讲呢个 terms， 即系佢卖英，咁大把嘢可以玩啦，系咪啊？你好多嘢可以玩噶嗰时，咩叫玩国际政治？你就系要知道。你手头上有咩工具？你好清楚嗱，依家 Donald Trump 整咗嚿新玩具出嚟，系咪先？呢、这个新玩具睇落几好用，咁啊我嚟用咯，我嚟借到。跟住欧盟又系咁样讲，同啲欧盟贸易代表讲，喂，要求中国用俾同一个 terms 俾美国，俾我哋欧盟啊，冇理由俾得美国唔俾欧盟嘅，系咪先？公道啊嘛，大佬，系咪先？你美国同欧盟都咁高咁大啫。你谂下，你钱嘅面前上面，欧盟仲唔会同你投共啊？讲欧盟投共嗰条友用下个脑啦！你见到真系而家连登好咁多风向紧嘅，你小心啲啊！连登里面嗰啲，跟住叶普成，我觉得连住真系要做一样嘢，就系强制国欧，强制国欧将嗰啲黑警控制户口啊，嗰啲买紧咗俾人啲户口嗰啲，全部都欧晒佢。我睇下嗰班人可唔可以再翻嚟讲嘢？同埋你真系要睇住啲 I P 嘅。有啲人问我点解我啲 IP 管制政策咁 Q 辣，我好辣嘅，见到我啲 policy， 即系基本上系你好多人咧话入唔到嚟我个网站噶嘛，基本上即系你冇话会员版系免费版都上唔到嚟噶嘛。我中移动唔俾上，中联通唔俾上，你用华为手机唔俾上，你用小米唔俾上，你用。中国嘅牌子嘅手机，我基本上都唔会俾你上。你用 Lenovo， 我唔会俾你上。你用啲奇怪 browser， 我亦都唔会俾你上。你用 Opera 嗰啲，我全部唔该同我发落。你用中国公司 browser 嗰啲，唔该同我发落。好简单啫嘛，就呢啲人会带风向，将啲讲埋啲嘢调转嚟讲啊嘛，系咪？中英联合声明系一个好有用嘅嘢嚟噶，大佬。呢个国际条约嚟噶嘛？我边条捻样咁出嚟 terminate JD 嗰个，唯一解释就系呢个系中国嘅人。所以点解我一直想知道香港独立党嗰班乜嘢人？点解我一直要追杀佢哋咁简单嘛？呢班人根本随时系中国派嚟嘅。如果你唔系中国派嚟嘅，点会揾个 Paul 出嚟做前头个代表啫？你问下点解啦 ？Paul 嗰条咩人嚟噶 ？Paul 嗰个？大家知道呢条友好有问题嘅，其实即系有啲嘢大家系识睇到心照，好清楚。OK， 依家我觉得要整个 petition 嘅，整几个 petition。第一个 petition 当然系有关香港噶，有咗华为噶，华为嗰个应该个攻势持续，因为美国会夹爆英国嘅华为呢个问题。如果香港人喺英国用英国人身份助攻嘅话，美国人会更加重视香港人个战略作用，就是我嚟牵制班英国里面班英奸啊！咦，有班英国人，我哋会听我哋讲，跟住会做嘢噶，咁啊唔好啊！我哋作为美国喺英国嘅代表都仲得啊！我同你讲，佢识得玩嘅话，你话呢个 Boris Johnson， 你睇呢班保守党人识 Q 美国啊，大佬！华为呢个问题冇得让嘅，美国嘅立场，因为呢个涉及国家安全，而任正非做紧乜嘢，美国佬系睇晒嘅，唔好当美国人傻啫噶。你英国啲 network 科技或者唔捻得，但系美国人系掌握 network 科技最尖端嘅，佢一定知你华为做紧乜，咁简单啫嘛，大佬。美国佬最紧做咩啫？信号啊嘛，信号侦测啊嘛，系咪先？你美国咁嘅做信号政策，佢鬼唔敢知你班友做乜柒咩？所以呢、这个第一，华为呢、这个一定有人做 petition， 我未见有人做。如果唔系嘅话，大佬又要我做，咁当然我唔系英国选民啊，我住喺海外，呢、这个争啲噶，当然。
但系跟住你可能就系联合声明呢条战线，你要改一改，你话要根据学美国嘅贸易协议，要求英国同中国成立一个共同委员会，去监督联合声明嘅執行。OK， 嗱，依个委员会有少少后果嘅，可能会令到 BNO 平原嗰阵唔用 ROA 嘅形式出现嘅，因为你始终有个英方被磨咗喺度。咁但系问题就系、是，如果系中方咁都唔制嘅。咁唔使讲啊，即係佢冇意识要執行联合声明嘅话，大佬你英国仲喺度痴心妄想咩联合声明，仲讲咩联合声明会執行啫，你咪咁玩啦、啊、你点加一层联合声明執行啊，你俾啲实质嘢我啊，嗱、啊、我依家我要 ID 係够实质㗎，係咪先，请埋美国做监察员观察员。如果係中国咁都唔齐嘅，唔使讲啊，即系你准备走数啦，你准备走，如果唔系你点会做依？你点会唔肯成立个委员会啫？哦，你准备走数，咁我哋做乜都得噶，系咁样玩噶嘛？所以要调转嚟玩噶嘛？唔系咁玩，唔系好似香港独立党班扑街咁玩噶嘛？所以一定要一样嘢，如果香港独立党再讲埋啲怪嘢，或者香港独立党抄我讲嘢，我一定要屌出佢即刻，要呢班即刻浮上水。你见到香港独立党啲人喺 Telegram， 你估我冇睇到你班 motherfucker 喺边度嚟嘅？即系老实讲，我有班，我有咗 motherfucker 嘅清单，好啊咧。即系讲真，你知我几小气啦，我自认小气系咪先？如果唔系，我唔会喺个自己个 page 度挂住成个东福寺嘅方丈喺度啊，系咪啊？即系我有个嗰啲 removed 嘅 user 嘅清单，系咪先？咩花生爆谷业主啊 ，no deal 啊，忘记从前啊，嗰啲咁嘅奇古怪嘅怪名系咪先？呢班人你自己解释清楚，你自己做紧乜啦？系咪？即系你日日喺 Telegram 嗰洗人版冇用噶，你做水泥袋，你我只系结一样嘢就系，你班人好咁得闲咯。咁点解咁咁得闲做呢啲嘢？即系有人请你噶、啊。边个请你啊？中共产党请你哋啊？你好冇？即系我唔想讲咁粗言秽语，就系问题呢班人真系老实讲，就真系唔使点客气。即系我觉得大家系应该知道点样做。其实就系简单嚟讲，我会觉得其实系依家首先要做就系有个 petition 打英国先。唔使一开始直接用 BNO 平权，因为我相信如果中国一口拒绝或者好反感呢个 idea 咧，你就可以直接讲 BNO 平权。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去嘅，好简单啫嘛。我依家我怀疑你唔肯履约，我依家啊美国嘅咁样做，我要求美国嘅做法同一样嘅做法，你唔得，因为我讲咧，跟住要求下，要求欧盟可能整又整个 petition 或者 whatever， 要求欧盟。用同樣嘅貿易嘅 terms， 即係美國同中國之間貿易 terms， 歐洲同中國之間進行貿易談判，唔肯談判嘅就美國歐盟加關税，歐盟係好慣用關税嘅，老實講，歐盟用關税用得仲多啊，其實佢 niche EU 嚟噶嘛 ，niche EU 嗰啲我使乜俾面佢啫，係咪先？唔撚使俾面佢啊！你用 A 招嘅話，你歐盟有咩話唔制啊？係咪先？大佬，你依家你有得中国俾美国特别有贸易优待，唔得噶嘛，大佬，唔公道嘛，对欧洲，你可以咁用呢个咁嘅讲法噶嘛，即系好多呢啲讲法，你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 present， 你 present 咗出嚟之后，你跟住好好玩嘅，跟住你睇嗰啲人嘅反应咯，系咪先？啲人都觉得啊，系你香港人有计咁啊，你系咁样玩国际线噶嘛，你唔。即係有啲有時咧，你點樣國際線好多人玩悲情，我知道悲情咧對好多咧好中意畫公仔畫出槍香港人嚟講咧就好受嘅。問題就係喺西方未必受，你玩得太耐，你有啲新意，有啲覺得係同我哋共同作戰，你依家就俾條橋佢，即係你當用 Donald Trump 嘅橋慢慢去發展一啲我哋可以自己玩到嘅嘢，係咪先？如果喺中國唔制，即係你中國冇誠意，美國都有牙噶，中國喂。呢班友系唔系真系有诚意谈贸易协议噶？即系佢都会 alert 啊，佢都会有警觉、有警戒心啊嘛，系咪先？你呢个对美国都好噶，系咪先？你点解唔敢做咧？系咪先？即系玩法好多噶嘛，个 game 系咪先？呢个储存借箭，储存借箭意思就系、是，你依家你啲嘢你
射咗出嚟嘅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你用嚟借题发挥，放大自己本小利大，有乜唔好做？哦，有时叶普成好奇怪噶，嗰啲本小利大嘅事咧，佢哋特别反对咩黄色经济圈嗰啲特别反对。点解系咁啫？因为佢啲打中中共嘅春袋啊嘛。你见到有人，你总之有一样嘢好简单啊。叶普成越打嘅嘢就系越系中共嘅春袋。叶普成就系中共帮中共嚟护住个春袋嗰班人。即系做人做到最 cheap 嘅就系走去扮激，然后走去护住古共啲春袋，呢啲就正冚家产嚟嘅呢班友真系，即系大家要知道嗱，依家叶宝成嘅本质系乜嘢？你跟住你唔好俾佢哋干扰国际线，佢哋喺连登回言乱语咩香港独立党嗰啲就即刻打柒佢。香港独立唔系咁样实现嘅，如果香港独立喺叶宝成呢班人手上实现，我话听香港就会变非洲噶。你读埋我嗰份啦。读咗都冇人用啊！我真系唔敢翻嚟香港啊！变晒非洲国家咁款，好多你要记住一样嘢，好多殖民地独立之后，点解越仲衰过被殖民呢？好简单啫嘛！你个独立运动俾一班贼骑劫啊嘛，或者嗰班人一开始好紧有理想，但系大家唔监察佢，结果就变咗独裁者啊嘛！好多呢啲咁嘅事情啊，大佬。你想想有几多个独立领袖是真心为个国家牺牲自己 ?OK? 好少㗎。所以李光耀呢啲少㗎，李光耀屌，如果李光耀要搵钱啊，以佢嗰个喺剑桥嗰个咁发嗰个 degree 啊，你冇喺新加坡啊，佢英国都系首顶级大状嚟㗎，大佬佢洗緊返嚟新加坡啊，佢洗緊返嚟搞独立运动啊，佢要搵钱嘅话，佢一早变成点啊？全英国最顶级大壮有啊！你冇唔记得佢系 double first on 嚟噶，大佬。佢喺剑桥，佢喺剑桥嗰都系最顶尖、最顶尖嗰啲人。佢要做个超级大壮有几难？佢唔难噶，佢以佢脑袋噶嘛，佢脑袋比够大部分英国人都嚟得聪明。佢冇问题啊。个问题系你有时你又有个心噶嘛，搞独立运动嗰啲人，但系你依家见到依家搞独立运动嗰啲咩人嚟嘅？佢有心噶。佢有负责任感噶，依家睇到就成班搞独立运动嘅人，就好似嗰啲以前非洲啊或者东南啊其他国家啲搞独立运动嗰啲人，嗰啲咁嘅水准，你睇佢屎就知咯。你真系有心搞独立嘅人，你一定系会用尽当地嗰个政嗰宗主国或者前宗主国嗰个政治资源，即系好似李光耀会加入英国工党。我一见到就系除咗我加入咗保守党。香港政界会利用呢种方法玩嘅人得一个人，杨继昌啊，杨继昌系自由民主党，系得一个杨继昌，其他嗰啲你边个入英国政党？我即系有两个我唔讲嘅，因为嗰啲唔系政治人物，就系有冇其他政治人物会加入英国政党，去为呢个香港人谋福利？即系呢啲嘢你要识玩噶嘛，你唔识玩有 Q 用咩，大佬？你识玩你去学习去玩呢啲咁嘅 game 噶嘛？呢个叫打国际线，打国际线系一个不单止系驱除啲妖魔鬼怪嘅过程，但系要求外国援助嘅过程。其实你由学习我其他国家玩政治嘅经验，你最终你要带翻你自己嘅国家。哦，你知道唔同国家嘅政治制度或者个政治文化有咩问题？第一，呢个为日后外交铺路。第二。你自己搞政制嗰时，你就会好清楚。喂，有啲国家政制你唔可以抄，或者有啲国家政制佢背后嘅 assumption， 你冇呢个 assumption， 你冇呢个 requirement， 你唔可以抄呢、这个，你就会好清楚你自己唔同玩法，即系你会好熟其他唔同国家嘅政治嘅话，对你自己有兴趣嘅。所以你打国际线系一个揼石仔嘅工程，而且一个好漫长嘅工程嚟嘅，而且一个好漫长嘅学习过程嚟嘅。但我知道就係葉普成嗰啲日日喺度倒完啦，香港獨立黨啲嘢就更加唔使講啦，嗰班成日人渣敗類嗰班。即係有一樣嘢，我都想同香港啲年輕人講嘅，就係我自己，我雖然我四十幾歲啦，我都唔叫老嘅，其實我唔可以認老嘅，因為一認老咧，你就會停止學習嘅。即係我唔可以認老喎，認老就會出事嘅，認老，因為認老你就會停止學習。即系点解香港咁多人都好屎忽啫？好简单啫嘛，认我嘛，认我就停止学习咯。你个 stop 咗嘛，你就永远喺嗰个年，你自己嗰个年轻嘅年代，你唔会去进步，你唔会去扩阔你嘅眼界，你会觉得认命啊，唔得噶啦，唔掂噶啦，
我以前啲经验乜乜乜啊，跟住大紧晒嗰啲，你知咩事啊？呢啲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做人噶嘛？呢、这个世界系咪啊？即系我都系讲嗰句，都系嗰句，大家依家要一个越嚟越复杂嘅战场嚟嘅，话俾你听。OK，即系你越嚟越复杂嘅战场嘅情况之下，大家要留意点样去。用咩对我哋有嘅嘢事情？依家 Trump 整咗个机制，要喺北京监察嗰个贸易战嗰个，系一个好事嚟嘅。其实，即系其实佢其实喺表明就系 Donald Trump 一直都知你中国信唔过噶，所以我要整个机制，跟住你中国又肯嘅话，你依个一门一开，你其他都可以跟嘅。英国唔跟或者中国唔肯，咁你大把嘢玩。英国就咁都唔识玩，咁都唔识想，即系你有人做英奸咯。我哋有大把位走。唔好成日都喺度谂香港独立唯一出路，你要实现香港独立，唔系靠呢班人嗌口号，呢班系神棍。我都系一个支持香港独立嘅，但系香港独立系一个艰巨嘅任务。即系当然佢简单过建设民主中国啦，唔使讲嘅。建设民主中国其实系好难做嘅事嘅，因为大家明嘅，但系唔系靠口号嗌。啊！纠结香港独立唯一出路，香港独立唯一出路，跟住点做唔知，你好容易被骑劫噶。跟住你突然间一个天跌外嚟嘅礼物，跟住突然间独立嗰时，而呢班人骑劫咗香港，你就万劫不复啊！你就真系变咗俾 fail state。你睇下我家乡印尼啊，南洋另一个国家马来西亚，呢啲人几 fail 啫。个 fail 式，你仲有一样嘢叫 fail 式掌权之后，嗰啲人会谂嘢会一我 fail 喎。你跟住就，因为你谂嘢有好嘅人走晒啊嘛。你见到好多马来西亚有好嘅华人走咗澳洲移民啫。你话澳洲嘅，点解会咁啫？即系有啲嘢大家明白啦。即系有啲嘢大家要知道嗱，依家有呢啲嘢玩，识唔识玩就睇大家。我知道嗰啲香港独立党嗰啲人话嗰个皇室贼乜嘢嗰啲，美国人商，你话你乜水先啦？都系嗰句，你乜水都唔讲，你学又同我，你同我，你话我，我讲难听啲，你 Who are you？今日讲到呢度，等下11点有 live。